这个题目哈，基本上也不会很难，啊，因为它重叠的线没有很多哈，所以 OK 好，我们就直接来画，啊，可是这里扫标到正视图方向哈，好，我直接把它补上去哈，好，来，我们先从上视图好了，两个单位哈。三个单位啊，宽是一二三四啊，四个啊，这是两个单位，这个点是在这里嘛？哈，对过来哈，所以这里斜线，这边也一样。再来上视图，一二三，三个单位哈，高三个单位，这个底基本上都贴在地面上，这里是从这里斜到这里哦。然后斜到这边，这边斜到这边，没有虚线嘛，再来右侧视图，一样，这里三个单位。对，写到这里，这边从这里写到这边嘛，从这里写到这边嘛，可是这里有虚线本来是一个 L，可是这里重叠了，这里本来有虚线，也重叠了，所以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漏线没有。